好，米卜的部分我们接着讲下一首《重九会郡楼》。那个重九就是九月九号哈，九月九号重阳节那一天。好，重直接按笔，直接往左下角拉撇，而且比较斜直的撇，带过来直接压上去，停住。好，这边带过来，过了撇以后再下压过去，好，尖的上去折回来。这个角度比较大，那这边过来要直接写这两个。那这个竖笔有几个概念呢？一个概念是写你把横笔都完成了再来写竖笔。那有些呢是约这边啊，写个竖笔以后再写两个横笔啊。那这边来讲的话，它是这边带上去，带下来，停住起来，然后这边再带过来，停一下再收。好，这边来讲它是有点钝，好，有点钝。好，九的部分撇先哦，撇先写，那按住弧度，好，直接细的出去，出去以后直接踏上去，拉上去，停住，钝，就是维持平行的，好，再拉出来，转折，往右上，停住以后直接十一点拉钩就可以了。好，会的部分它把它写的比较细。好，后面的部分把它写的比较细，那这部分落笔的部分把它处理好，停住勾上来，这里结顺势带飘出去，拉回上去，带下来有点弧度，好像这里也是弧度带过来，好，这里左右过来，那上去压再带度，那这里直接拉回来，这里上去再压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这边它是有点草书的概念哦，这样子过来要左横折提起来里面的点，那下面的点它就省掉了，好，它把它省掉了。好，会九郡，会郡楼，郡楼是一个地点哦，来这边直接推上去，上去下来直的下来，然后这边滑笔上去，那这里停一下再带过来，停住接上去，好，推出去直，后面再稍偶尔带弧度起来压，那这个地方它直一个横折就跳上去斜耳朵了，好，然后这里就停住带上去推往下，停住再挤上去，这里带上去再拉下来，好，这地方是上，这里推，那这里上去再拉下来就可以了。好像我自己签名耳朵，我都会习惯这样子戴，然后就这样拉下来。好，耳朵右耳朵的部分，然后郡楼，来楼的部分，滑笔，这个木它把木字边，它把它写的上部很长，下部分很短，来起来，这里直接推上去，顿拉上去，直接带上去写第一个口，那这里带上去，好，这里带出来拉长，这里再带下来。上去，好，那这里直接上去的，好，上去细细的下来，停住再斜女，停住，那这里直接右顿，停住，斜下来了，好，右顿，这里再带起来，这里有一个虚线带起来，带到这里过去，起来再顺势挑上去就可以了，这里停住扭回来就好了。好，这标题的部分，好，第一个字三，它的山的下面的竖折部分呢，都比较特殊的一个写法，把它断笔，切笔立来，立的立来的话，请竖，然后有点斜起的起来压过来，提笔再压，再提，然后再起来，我把它做夸张一点，这边下来提起来再压过去，停住提起来再带到这个位置过来。好，这地方它是把它断掉，我们以前都是这样过来，它推出去而已嘛，它把这两笔把它断掉。好，清，我们上这几个礼拜写了很多三点水旁，那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。好，这里压，这里带出来，这样捏一下，再带下来，落，停住，挑上去，好，挑上去，这边接一个滑笔，必须要写一下，然后上来笔转一下，那这边上去切，拉下来，停住，那这边一样滑上去，这边再带过来，那这里直接下压，停住扭回来，我直接上提拉下，微微斜斜的停住，那这里起来两点点一下就可以了。
好，气的部分最主要左下角的迷哈、哦，好，这里一样，过来推上去就好了。那这边推上去，好，这边再一次顿推上去，折拉下来，这边一个弧度，接拉回来，拉回来，接这边推上去，左点右点连在一起，一拐再一个推笔，好，接上去，软，停住，好，起来往下压，跳上去。这边再直接下压哈，右下直接下压就好，这边有点斜面上来，好，那这个地方最主要这样子下来勾起来，往下压带上去，这里连续动作再压下来，好，这部分气爽，好，来这里点带过来落飘上去，那这里写个凹，哦，写个坡了，坡坡摸摸的坡。起来，那这里再过来拉长，啊，顿一下，拉过来，一样，再带到下面横笔，有点滑笔的味道，停住，上去，好、哦，所以它是这样上去，那这里是先直的，哦，斜直，那后面再微微带点小弧度出去，起来，这里，这样子，那这也顺时针这样拉下来，好、哦，直的。起来，这里是这样子顺势这样抓来，停住就可以了。好，有一个九，这个九呢，把它写的比较洒脱一点哦，扭一下下来落，好出去，接推上去，停住拉回，停住转折，停住，这里带点小波折，停住完接拉回来就可以了。好，秋和字边大概都是同样的，这个点会特别重一点点。拉过来，细细的带上去，接上去下来，停住起来，这里顿，推上去，直接左轻轻的一点，好，有点这样子味道，好，这样拉过来，这边拉过去，那再挑上去，好，过来，轻轻的压带上去，带到竖，好，过来后再转弯，那拉到底由直接左转带上来。好，跳上来，这里转折停住，接推笔下来推，好，下来推天，好，重上去边落，那这里细接拉回来，所以这里落落了出去，下面压一下，下要看当几关，好，这边撇笔是这里最重，起来后这里一样过来，好，下压停住，那推这地方是比较重一点，好，这边比较重一点，好，再来黄菊，好，这边草头黄一半之后，那只是变成直接一个横笔过去啊，这边推，好，这边直接推压上去，好，这里起来压下来过去顿再拉下来，好，所以这里停一下，好，那这边过来细细的停住，切笔这样起来，好，往左上起来，然后再压下来，那这边顿上去拉下来，然后一样直的二，好，这里往左一样再拉过来顿拉回来就好，那边咔嚓咔嚓，好，举的部分切下来，好，这里直接过来压上去，那这个地方我们以往是这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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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两个横笔，第三笔画在斜撇，那它的写法是这里带过来，再从这里带过去，再带回来，停住，哦，撇出去，那过来转折，直的拉直勾往十一点钟方向拉起来，那这个米跟我们刚刚写气的米是一样，压起来再拉回来，重细，那这边直接上去下来，停住。勾，那这里要压下来，起来，这里再带，这里是变成这样的形态。好，黄橘红，好，木字边滑，滑下来，停住，然后落顿，然后再上去，再拉下来，好，就直接顿上去。那它一样压，再变细一点点，再折回来，好，这里直接上去，再往下扭一下。拉回就好了，
那他甚至有时候会把它写成这样，上去以后这边下来，这里直接往右下。我们上礼拜写江，江河的江，好，怎么样？好，红、朱，来草字头一下，我错就清楚了哈。呀，下来，好，上去撇，这里再带过去，然后这里直接顿推，那这里滑一下，停住，上去不要靠右侧，停住，这边用蟹爪勾停勾，这里再带过来，撇出去。这里一样，顺时针压收，好，这边有一个顿收的一个动作。满字三点水的部分压，好，一样扭下来飘。那这里的部分来讲的话，一样中间这两个竖笔先写捺左带过来飘上去，斜撇下来，然后这里斜带过来侧压起来，转笔一下压，提起再弱弱的往右侧斜下。拉高，那这个大小的小它是偏右侧，停，那这里直接起来压往左，那这里直接上去拉直往右顿再拉高，压起来往右再拉，好，这里面的部分，满泛，泛舟的泛，三点水一样，赶快压顿拉下来，好，带弧度上去撇顿。点，那这里直接飘上去，直接折下来，弱弱的，好，停住，这里有一点飘，停住，再起来，停住就好了啊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这连续的，好，这部分，好，记忆上，船，好，这是船字哦，船字右边可以写弓，可以写沿。沿路也三点水这个沿有没有？沿、也可以写弓，啊，也可以写这里直接画写成口囧的那部啊，都可以。好，那这直接把变成公司行号的弓都可以哈、好，撇多一点点，好，这里顿再下来，在那顿，好起来，停上去斜停住勾，那这里它是写中间先写停住，再起来。推出去，停住，那这边直接起来就对，推上去折回来，然后提一下左压，再往右带，停住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部分特别去练。那这个比如这个地方它是跟草书有点像，我们草书的舟的写法是这样子，那是过来再写里面的，再写横笔，这里撇，这里左竖，这个地方是横折，那这里面横笔。好，千里的千，赤笔玉软，地的玉软料，这边直接拉长，推上去落顿，折上去直接接触到玉软的软，这两个长度不要落差太大，好，他把它写的比较短一点点。好，里的部分来这边的部分来讲的话，竖笔是最后一笔哦，哈，竖笔就最后一笔了。好，直接带弧度，停住，起来。好，它是这样起来的，那顿上去折回来，折回来它是这样带过去，然后这边带过来，那这边再带过来，好，拉下来，转弯，再推回来，好，拉过去再推回来，那这里再起来，上去接拉下来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在写锥字边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有些是这样的写，那这样子所有横笔都完成了，再这样子带下来。好，有部分也是这样子写。好，再来结，来密字边赶快。好，推上去再拉下来，推再上来，停，挑去，好，横笔转个弯，这里要转个弯。好，挑起来了，转个弯再推，那这里上去上顿拉下来。收，那收是这样带过来，再拉回来，停住，折回，好、哦，这里折回来，这里带过来，细压往下拉回去，好，拉下来，停住，这里再顿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沿，来这个点上，那拉下来，好，拉下来，那拉下来，它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停住，拉回。一、
二拉下来，沿住往右下，那这边起来再推上去，拉下来，好，这边再关。这里的动作是这样子上来的。好，我们在入笔是八面入风，八面出风，所以有时候会是这样子带笔上去。好，有时候在横笔、竖笔跟点，有时候我们带到横笔，有时候会这样带，那这样带上来。好，会有这样的情形。来，弟弟不要讲话。来，再来您最后几个字哈。来，您进的您，这里你有点一样，勾，好，压下来，停。起来，这里一样，转笔一下，一样，飘落，停住，往右上左上拉起来，好，拉起来就下压，停住，起来，停，转折，拉回，停住，一样，推，再带下来落，好，起来，转笔，上去，折回来，落一点点，好，这边推，停住，过来，停住，折回，带上去，从这里吸。那这里带上去要笔转一下，再带下来，停住，再拉就好了。过来，跨外秋水啊哈，这样子过来，停住，带上去。好，这里过来要上去转一下，再带下来，这是转风的动作，好，再带下来再勾就好了。好，最后两个字，我们。讲标题跟三句的部分，因为这一首是只有七句，好，有后，有的部分是撇笔先，横笔后，不是先写哈，来，直接中间正中央就好了，压下去，停住，好，挡挡啊，下，那先侧度拉回来，停住，直接带过来，微微带点小幅度没关系，停住，那这边起来上去。拉下拉，停住拉，勾起来，好，里面一、二，这样就好了。这里都它都会有点这样拉下来。好，今天讲的最后一个后，好后的部分，左边它比较往左边拉，右侧让它放。好，这里撇过去，短短的，停住。好，这里压，停住。那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哦，我们以往都是这下来往右上带嘛，它往的是往左上带过来。好，下来往左上带过来后，直接再拉过来，拉过来顿，停，过去再一次，停，再一次，好，这边就带过来了。好，那这边带过来是直接带到铺的地方，现在起的这个地方是凹的地方，那下面再带就是开始要写铺，带过来，然后这里斜折上去，再离开一点点，那再揪它的位置上，这边再带弧度四分之一远撇出去，那再从这个上头。带起来，直接下压，细细的下压，停住，推。好，这里他把它拉出去，那整个往左靠，好，往左靠，好，这后的部分。好，弥补了，我们今天讲到这边。